因为之前呢，前两个讲座，王老师和张老师的讲座呢，主要是还是运用为主，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大部分的仪器，用在检测方面的仪器，有基于技术方面的仪器都已经涉及到。那么，他们主要是从运用的角度来讲。那么现在的话呢，我想从这个仪器的角度来讲，看一下这个新型的仪器会给我们的检测技术带来怎样的这个便利。所以今天主要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的产品。叫做天气大仙。好，这就是我们新的仪器的这个全貌，外观全貌。可以简单看一下，上面是天加器，然后右边是它的气象，左边是它的这个质谱部分。那么通过这质谱部分里面的话呢，这个是它的整个的一个数据制程区，前端是离子源。后面是一个 S 型的这个离子干涉分路，然后后面是它的干涉基板部分。那么如果是对于干基板来说的话，这个就是它就只有一个基板，然后后面就到几个器。那么对于这个干涉基板上面这个器件原理来说呢，它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做这个离子对的检测。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它可能在第一个基板上某一点，然后它会有一个碰撞器，把这个某一点打碎，打碎了之后呢。再去监测它的阻尼子，然后这个阻尼子再到检测器再检测出来。它是做这个离子对的检测，通过离子对的检测呢，可以有效的去做一个杂质的干扰，那么使得这个仪器的这个检测的灵敏度、准确性会更高，灵敏度会更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三个数据板看这期里面一些是发生的一些主要的它的。应用的它的一些特点，看看它的这些特点给我们在实际的检测当中到底能够带到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好处。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它的讲一下它的这个灵敏度啊、高通量，然后它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比较稳健的这个 match 的过程，以及介绍一下以它相匹配的一个软件的计算的，以及先去发现一些维护的方面。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方面来了解一下这个仪器。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台仪器具有非常高的灵敏度，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常规来说，我们做这个，比如说做临床分析或者是做一些有机化合物的分析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关于假设是临床，关于临床的这个分析，比如说一些标准是欧盟的标准或者日本统一的这种标准。这些标准是要求是越来越严格的，那么这个要求越来越严格呢，就越来越需要我们去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具有高灵敏度的这样的仪器来与之相符合。所以呢，我们在推出这个三阶器的时候，就需要它具有比较高的灵敏度，来满足这个一些标准的这个更新，并且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需要，因为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这个生活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会要求我们这个仪器呢，能够越来越灵敏，检测到更低浓度的这样的一些有害的化合物。好，那么T48000之所以是有超高的灵敏度呢，是因为大概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是具有一个叫做 Gas-Fly 离子源，它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还有就是 S 型的离子光学通道，也是一个专利。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专利为什么会提高解析发生的这个灵敏度？好，首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说一个仪器的这个灵敏度比较高的话，那么会涉及到的其实是它的信噪比，就是说你的信号越高，噪音越低的话，它的化合物去检测灵敏度就越高。那么这个还是我们的下面还是我们的这个离子源的数据，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是它离子源部分，对应到上面这块在这里，离子源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个的后面有一个这个离子强度的通道。那么在离子源这块的话呢，我们用 Gas-Fly 离子源，它是一个非常固性的离子源。这样的话呢，即使是粘合性比较高的化合物，它也会就是说不会对这个离子源这个部分不会对它有些吸附，这样这些化合物就可以深入离子块。然后再进到后面的这个转播器区啊，检测器，这样的话它的灵敏度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在这个离子这个传输通道，在离子传输通道这块呢，我们把它的孔径也加大了。
那么恐惧消耗的话，实际上就是你的信号程度增加了。你信号程度增加了之后，你的信噪是有可能提高。啊，就是信号程度增加这块，就是在于辅仁这块的一些设计。那么在后面的话呢，我们去看一下实用图。后面我们有一个叫做 S 型的离子光学通道。这个光学通道的作用呢，它是降低资讯噪音。因为我们知道在离子仁这块，你的化合物如果进到离子仁之后，会假设原来是分子，可能在离子化之后呢变成离子。那么在离子化之后，下来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射的缺陷，就是中性粒子。那么如果是这个中性粒子，如果你对它不进行控制的话呢，它会沿着这个途径，它可能到你最后的转移器再到转移器，这样会对你的整个的检测呢产生一些干扰。产生一些干扰，像有噪音就比较高，它会影响你的灵敏度。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个 S 型的离子光学通道。这个光学通道是加电压的。当你的化合物被打碎成离子，还有一部分中性粒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离子我们知道是带电荷的，中性粒子是不带电荷的。那么带电荷的离子呢，就可以按照这个 S 型的轨迹，按照 S 型轨迹的一个什么道，这个这样分析，再到整个去。但是呢，这个中性粒子就不会按照这种轨迹的走，所以它就算呢，最终很难到达你的这个检测器，另外也不会对你的这个检测产生影响。所以通过这个 S 型的离子光学通道呢，去降低中性噪音。所以通过增加这个恐惧，增加信号程度，降低中性噪音，使得这个缺失发生了，它有这个非常好的灵敏度。好，这张图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的传统呢是一种叫做共轴粒子板的这个质子内部的一个构造，它是一个很像的，整个就是一个很像的过程。那么我刚才说的中性粒子很可能通过这种粒子到达你的整个器，会形成比较大的干扰。但是如果是缺失发生的话呢，我们设计了一个 S 型的粒子光学通道，它就可以看到，就稍微有一个转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离子的这个运输的传输的这个路径，但是呢，中性粒子不会通过这个路径去传输到整个器，所以可以非常大的降低中性噪音，而提高信噪度。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接触八千它会具有非常高的这个灵敏度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检测。好，我们看一下常规来说比如说这个是门槛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检测线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的 PVD 已经是以下的。那么现在目前来说的差不多门槛标准呢，最低差不多10 PVD 左右，有各种的 NI 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仪器的灵敏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也是要求，也就是说你在做样品检测的时候，实际样品检测的时候可能不会太费力，并且呢，在程度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是门槛的程度，因为它机制比较复杂，它的程度会比较复杂。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做程度的时候呢，也不需要，比如说不需要太花费太长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我可以不需要浓缩，因为有时候我们大家在测样的时候，最后可能要浓缩10倍啊20倍。因为仪器的这个整个线灵敏度达到，那么对于这台仪器来说的话，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可以去减少你的这个神速的这个时间。好，这个是它的一些滥用量的检测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灵敏度也差不多是在PVD 以下的这样一个水平。并且我每个化合物检测了2对离子，包括它的电压离子和中性离子。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是一些农药，你可以看到左边是压力离子检测数据，0.5 PVD 依然具有非常好的这个耐阻和信噪度。然后呢，在右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是 pH 的数据，就是交换酸碱的数据，也是一样，它的强度，它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好，也就是说这台仪器基本上它的常规的大部分化合物的检测的灵敏度基本上是在 PVD 及和 PVD 以下。那么目前来说，可以满足几乎是所有这个我们在气象上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化合物的这个检测的要求。
好，这个是它的这个灵敏度的问题。那么烧猪蛋的话，主要是因为它有下面这些性质，一个叫做 TSRM， 就是我们在软件上的一个功能 TSRM、TSRM， 还有一个是它具有更强的一个抗污染性能。现在麻烦你翻到12页。好，我已经翻过去了。刘老师，好，第十二页的话呢，主要就是介绍了一下这个 TSRM 是什么意思。SRM 知道它是一个叫做离子对监测，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说的离子加子离子这样一个我们叫做 SRM 的反应。那么 TSRM 的话呢，它叫 time 的 SRM 的监测。那么也就是说，它在实际监测当中的，原来我们做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大规模检测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分一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去监测不同的化合物，那么如果你使用这个 TSRM 这种扫描方式的话呢，它不需要去划分时间段，在方法当中呢，它就显示为我们只要清出这个化合物的这个复工时间，然后给它一个范围就可以了。比如说甲氨磷，甲氨磷复工时间大概比如说8分钟，八分钟的话呢，我们在接方法的时候就方法那个保留时间就是8分钟，然后给它一个window。工作的话呢，一般来说1分钟，也就正负1.5分钟。那么这个仪器呢，就会在7.5分钟到8.5分钟这个范围内，它去扫描这个甲氨磷的这个特征的离子。那么从你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当你的化合物比较多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也会有一些不重叠的部分。但这个地方你就不用去管，你仪器会自动分解你这个。每一个点重叠的多少来调整它的这个扫描的速度，它如果扫的化合物这个离子比较多的时候呢，它就会扫快一点，离子比较少的时候它就扫慢一点，这样保证你最后在出来的这个测试值基本上都是具有比较平衡的这个扫描的这个点数。每一个比如说每一个分基本上可能有8个点到10个点，它可能保证你的每个测试值都是准的比较比较相似的这样一个点数，这个就是 TSRM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来看第13章机器。那么13章的话呢，其实是一样的，它是 TSRM 的方法。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如果做过单杆单细管制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挑选整个离子监测。那么 TSRM 的方法其实跟TSRM 是类似的，它也是一个叫做 time 的方法，也是一样。当我们每一个化合物它有些特征比较监测的时候，我也是只需要输入它的时间以及它的这个 window 就可以保证每一个化合物的检测满足。这个方法的设立就应该简单，我不需要去看一下我这个时间上有多少化合物出来，我就分一下；那么另外一个时间上有多少化合物出来，那我就分一下。这样的话呢，能保证我们在一针见量的时候呢，可以一针见量至少会两三百种或3-4百种化合物都可以同时检测，所以有这两种方法，就是可以保证我们进行一个高剂量的它的一个依据。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14章。好，14章的话呢，我这儿就可以看得到。14章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在 time 的 SRM， 就我们刚才说的 TSRM 的话呢，它的序幅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在下面这里可以看到，第一张色谱图的下面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这个，它是有一个这个扫描的这个范围，扫描的范围。基本上它的分是处在中间的，然后下面这个扫描是在这个它所做的这些不用的扫描呢，我们是在这个中两边，没有占用太多的时间。那么如果我们用分段的 SRM 扫描的话，我们看下面这张色谱图的曲线，发现在它的左边呢，它占用了非常大的地方，就做了一些没有用的这个扫描，那么占用了你的这个仪器的这个扫描的系统扫描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形成一些浪费。也就是说你的效率不高，就你可以看一下，当你用 time 的就 TSRM 或者 TSRM 这个扫描的话呢，就可以使你这个仪器的效率
小男生下午发挥点情绪，这样能够满足我们做交通量这个化后日的检查检测。然后你再看一下下一张。十五章的话就是它是有一个例，我们说它做交通量有一个多法，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在四十分钟内分析三百五十种农药的这样的一个色谱图，可以看到整个时间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做如此巨大的这个农药的这个分析，以后随着这个农药检测项目越来越多的话呢，这个交通量是其实是对我们日常的这个实验必不可少的一个要求，我们又可以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两个软件上的功能，一个叫 CSRM 还有一个 CSIR， 这两种功能可以实现交通量。那么另外就是当我做的话和我说了我做的量挺多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仪器不要那么容易去脏，脏的话呢它可能整个你需要去拆啊去洗啊，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这个实验的这个进程，实现不了你的高能量高效。那么我们的 CC8000 的设计的时候呢，它具有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抗污染的能力，你可以看到在还是我们刚才那张示意图，下面是它的整个示意图，上面是离子源再加上 S 型的离子光学通道，这两个部分呢我们都是加热了。我们知道质子它其实是质子的原理，它的质子部分是这个在真空状态下，所以呢当你的这个整个离子源再加上这个光学通道加热的时候，这个加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去隔离污染的这样一个性能。所以呢你加热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质子就维持一个比较干净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就非常强的这个抗污染性能。那么抗污染性能也是保持你的高通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呢是一个质子样品从 TFA 衍生的一个人的量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知道这个衍生化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脏的，然后呢我们做了三千分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发现基本上这个化合物的响应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恒定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说明我们这个 EZFY 的离子源呢它是有非常强的这个耐用性抗污染性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第一处。之前我们讲到了这个仪器具有这个高通量和这个高通量和这个它具有这个非常高的灵敏度，是和我们的日常检测息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个必须要讲到的呢，就是颤接质子它非常降量的一个就是 NASMAT 的方法，就是我们说到的离子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在 CC8000 和 CC8000 来说，它的这个 NASMAT 方法开发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有两个非常一个非常好的软件叫做 AutoFRM，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你可以导入你的这个离子对的信息的 CFIRE 这样的数据库。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呢，主要是我们有两个这个讲一下这个简化方法开发的过程。首先我们在编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化合物它的这个想要在 NASMAT 上去做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离子对信息以及它的碰撞能量。那么这一些东西呢，常规的化合物我们做了一些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实验，然后会有一些数据。那么现在这些数据呢就是属于这种已知的 FIM 数据，那么到时候我们在做方法做样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把这些方法去调用。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你不知道这个化合物不知道这个化合物的 FIM 信息是什么，那你就需要去优化。记得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时候还记得他做了几个表，他说逐步优化逐步增加它的这个碰撞能量，然后去得到它合适的这个离子的离子及碰撞能量。那么对于静态仪器来说呢，我们不需要去做那样的工作，我们有一个软件叫做 AutoFRM， 在这张图上的最上面的 AutoFRM，
当你没有这个 SRM 信息的微气化合物的时候呢，你通过这个软件呢，它可以自动去优化你的碰撞能量和力矩，然后告诉你最优的这个能量以及力矩的信息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张。这个就是 OCSRM 功能的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它会这个软件会自动选择母离子，然后呢根据你的母离子，你挑选出来的母离子，然后它会选择主离子，就做主离子选角，然后选一些分子比较高的主离子，然后选择主离子之后呢，它再做优化碰撞能量。那么整个它的这个测定的过程是这样，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你可以把它操作到你的这个方法里面。变成一个这个它这样的方向里面。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1章第一次。21章的话呢，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除了 OCSRM 之外，对于这些化合物的 SRM 这个信息的这个优化上面，还有一个附带的数据库，推翻的这个软件附带的数据库。那么这个数据库呢，它可以在打开库之后呢，你可以选择要做的这个化合物直接的导入这个仪器当场当中。那么目前的库呢，已经有超过1000个化合物，基本上全部来说要做的这些化合物信息应该都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是用这台仪器，在配合着推翻的这个软件的话，基本上全部要做的化合物的这个 SRM 这个列表，基本上是不用自己去优化的。即使要自己去优化的话呢，也用这个 OCSRM 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2章第一次。第22章的话呢，主要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 TwoSpan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那么它是公司四八村双栖类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数据处理软件。我们看第23章数据。好，就是发展它是具有强大数据公处理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它是有一些流程化的这个设计，然后呢它会有权限功能的这个设计，然后呢它会有一些及时更新的这个报告功能，而且应用的范围也非常广。那么上面就是左边的这两张图呢，基本上都是这个软件的这个情况，但是就不详解了。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看第24章第一次。第24章第一次呢，主要介绍的是它的这个数据浏览的这个窗口，数据浏览的这个界面。我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图的左上角，左上角的话呢，它会是一些列表的信息，比如说我大概有多少样品在处理，每个样品它有一些信息。那么在这个图的右上角是每个样品里面所显示的一些化合物，下面的话呢会是它的一些测谱值，包括你的定量离子、变性离子，它显示的测谱值的显示。那么右边的话呢，右下角就是你的这个标准曲线，它整个的这个数据显示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好，然后我们看第25章第一次。25章第一次呢是它主要是有一些报告模板，它是有多种的这个报告模板可以选择的。那么这个以上三张数据库呢，讲的就是我们介绍了，就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已知相似特点的测试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和第三的，它是做一个尤其做定量分析是非常好的一个软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26章。26章主要是介绍一下仪器的这个维护方面，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关于仪器的这个性能特点之类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家如果是做实验的话，肯定是对维护是比较关心的，因为如果这个仪器维护不方便，操作不方便的话呢，你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些维护。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它一些维护方面的这个操作。主要是以下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专业的设计，一个中间分法不行，然后呢它可以双分析设计，然后它会有一些模块化的这个实验设计。我们看下一张 PPT， 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一个中间分法型的不行。好，我们刚才说了，对于器质来说呢，它的这个质谱是在中间状态下，所以如果我们做一些样品，或者我们如果刚好需要去关注清洗，
那么常温阶段的准入或者就是首先你怎么叫降温了，由于原单温了水比较高的温度嘛，降温完了之后再放真空，放真空之后再把你的乳脂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去清洗，清洗好之后装上去，再出真空，再升温，再调节。那么整个过程呢，快的话可能要半天，慢的话可能要一天这样的过程。那么如果我们样品比较多的话，或者样品比较脏，容易污染这个乳脂的话呢，整个过程会占用维护过程的这样的非常大的时间。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就是高乳脂盐，是48000这个高乳脂盐，那么它可以在这个不泄真空的状态下把整个乳脂盐以及它后面的这个乳脂成熟通道这些扣损全都取出来，你不需要去停机，然后如果有染色的话就更好，就拿出来一块就在扣上之后马上就可以滋养。我们看一下第28章第1次，28章第1次是一个服饰的方法，是一个服饰。首先第一步它是插入这个离子源，插入这个离子源，一处工具，你的离子源我看到在里面是红色，是加温的。然后呢第二步它可以把离子源移出来，移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离子源被抓在这个一处工具当中，然后我们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离子源从这个一处工具中拿出来，然后去清洗。整个时间基本上产生就快的话1分钟就下来了，这个维护周期是非常这个维护产是非常的方便。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29章第1次。29章的话呢主要是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知识。我们的相关知识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左上角的这张图，它是两个东西都在上方的，离子源就是两个东西都在上方的。那么两个东西都在上方的话呢，其实是保护你的东西有的这个其他的分层，它是相关知识的时候它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但是我们知道当离子源的那个在离子源那一块，但是如果都在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话，它上面那块有可能会有一些因为离子化的时候里面有一些杂质可能会从下面出去，下面这个离子源下面那个孔出去就可能会打到上面这个东西上面，那么长久之后呢这个东西就容易烧断，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东西设计在上面，所以上面这个你可以用东西也可以用东西来标示这种，这样你就控制需要拆卸，所以维护的周期就更长。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30章第1次。30章的话呢主要是介绍一下跟我们这四八千三四片的一个气象，是4130的一个气象，它是个模块化设计的气象。我们可以看左下角的这张图，它的气象口的整个气呢它是有一个它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基本上就是类似于这个气差是用什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就基本上15分钟就可以更换，你的维护就更加简单。然后中央下到这样整个整个气呢都是采用这个低热的模块，快速的升温降温，需要能量大的时候或者要更换的时候，它的这个都能够满足能量大这样的需求。好，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叫做 3+RSH 的用香器，在这个右下角可以看一下，它是有一些自动的样品程序的步骤，比如说一个配合程度上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步骤，比如说它可以自动制作稀释，自动加标准品的加内胶帮你切掉曲线，然后或者是发现可以制作这种生化生物材料的这种生化都可以。所以呢通过这些这个这些3300系列的这个机构有一些模块化的一些设计，还有它的这个充电器和最大小的这些一些简单的介绍。那么以上呢就是讲它的一些维护方面的。好，最后我们就再来简单的过一遍它的，看到第31章第1次，简单的过一遍它的运用。32章的话主要是一些农残的检测，我们可以看到最低的点击线，假如你先讲一讲的手术，因为它里面非常难做，主要是因为是韭菜知识，所以就比较难做。但是对于这个仪器来说呢，其实还是反应还是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0.5 kg， 它现在依然可以得到非常尖锐的针，并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干扰。第33章第1次，33章的话呢，主要是一篇应用文章，也是是茶叶中的这个农场的分析，关于这个快速的萃取，
因为 TSR 现在也是，咱们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因为 TSR 再加上这个TSQ 八千，一天基本上做了两百种模样。就现在这个TSQ 八千在高通量这块，就是一天基本上做两百种、三百种模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比较容易的。这部分我是大概列出来看一下。TSQ 的线性是从四个 PB 到一千个 PB。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它做的量还是很低，可以满足目前所有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要求。然后我们看第34章，34章的话主要是做这个 TSQ 检测，中央分辨率检测，浓度简化基本上是在最低的基准基本上是在0.2的 PB， 是 PB 以下。然后第35章的话呢，主要是一些玩具分子的核心基础的检测，它的显著性基本上也是这边没有写。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 PED， 下面有说了两个 PED 或十个 PED 这样的一个范围。好，36章就没有，所以今天基本上就讲这些，不好意思啊，这个可能是我网速的问题。